哎呦，好重哦！啊，你还看我切豆，你哪来这么弄大脑壳？感觉有点吃多了，我说我给你拍视频。哪晓得豆啊？咋还弄大个脑壳？哦呵，你看他脑壳好重啊，道具我整烂了。哎呀，你看他做客厅场景而已，还选那么重，两边都是。今天就去三秒出的光哈，跟大家做个烧焦猪头，又名红云当头哈。祝来年各位啊，红云当头，多找票子。先拿皮子去除皮腥味。再刷洗干净，从中间破开，留一半明天都吃。阿刚点火哦，要得很干。先把猪肉焯水，下到去腥三件套，葱姜料酒。大家准备个卤料，葱姜，再配点香料，我打屏幕上了，加入清水浸泡。焯水以后捞出来洗干净，烧油，下入豆瓣炒香，再下入泡发好的香料，全部炒香后加入清水，下入炒好的糖色，猪肉末朝下放入猪头，调味鸡精、盐巴、胡椒粉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炉两个小时。时间到了，卤趴了就可以了，盛出来备用。再改上花刀，锅烧空气，下入二斤调，不停的翻炒，翻后摩擦，摩擦摩擦，炒至脱掉水分就可以了，盛出来。再剁碎，用手撕效果更好。放点白糖、蚝油、盐巴、生抽，剁好的姜蒜米，淋上热油。烤砖备用，要想生活过得去哈，头上必须染点绿。最后葱花收尾，就这个红云当头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，我请哦。要得很个。上这个红云当头嘛，很正我的瘦的，这个瘦的啊，猪头里面那个瘦的啊，叫黑头猪，好不好？嗯，就是叫那个名字。嗯。蘸酱一起。哎呦。但是我烧焦酱也就是太多资格的了。嗯，这个烧焦酱特别成功，好吃。还就这个烧焦，我不吃猪，我来吃三碗饭，太香了。那、哎、你要多吃点，吃啥都不好吃。你就吃的东西去吧。这烧焦其实要用炭火来烧是最巴适的。可真的烧焦，你们肥的好些，不让我捏，来不捏啊？嗯，哦，这菜的寓意比较好些，红云当头。哎呀，哎呦，我拌饭太爽了哈！嗯，我说因为拌稀了嘛，但嘛没整拢。哦，不要整拢哈。但是我们说还太嫩了，晓得不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想富了都去关注我们。我倒霉，我咋个？我们的这样，拜了个拜。大家好，我上面我约了。今天三遍买了个牛蹄，20只鲍鱼哈。今天做个鲍鱼烧牛蹄，开干。在我们这儿海鲜是比较贵的哈，那么大个头有12一个哈，在你们那儿好多。先把这个鲍鱼刷出来，刷了这个黑色的东西啊。再取一下鲍肉，扯掉内脏，取一下鲍牙，再把鲍鱼改上花刀，这样一煮就开花了，非常的漂亮。再把蹄子砍开，剁成小块，阿公点火哦，要得很干。冷水下入牛蹄，下葱姜、料酒，三开要煮10分钟，出个水。现在葱姜，八个香叶桂皮，陈皮两块。焯水后捞出来洗干净，烧油，
放点白糖炒糖色，然后就枣红色嘛，泡泡下点牛蹄，来点黄豆酱，豆瓣酱，下点香料，一起变成。炒香以后加入清水，调味杨宝鸡精、胡椒粉，烧开转小火煮五十分钟。吃完了，再下个鲍鱼，再焖三分钟。这个颜色哈都非常的 beautiful 啊！要得了，七哥，鲍鱼靠边，牛蹄中间，再浇点汤汁。最后葱花收尾，就这个鲍鱼牛角干，我厚积点评为你们一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啊，我请哦。要得，黑个。哎，这个鲍鱼嘛，我鲍鱼还是红色啊。啊。啥子牛蹄嘛？吃鲍鱼，我鲍鱼吃的。鲍鱼吃吃牛蹄。那我盛就行，我盛就行。好东西都留给你们吃哟。来哦，来哦。白面哦。嗯。可以，才十二个，嗯，好的，香烟，有香烟，嗯，吃啥？喂，华子，那牛肉刚才出去出熟了，不然我牛肉好吃，嗯，嗯，那牛肉味儿，比这牛还嗲，嗯，真的。嗯，吃铁子，铁子也好吃。妈，吃完那个鲍鱼。嗯。哦，送鲍鱼。啊，爽。那你是怕的嘛？是故意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，我想付了，就请我们。我们，我们不能这样。把那个掰。